冷藏的矿泉水调配即可。二、调配方法：一勺半的软磨粉和一勺的矿泉水，慢慢搅拌，然后再看情况加适量的水。三、搅拌方法：要顺着同一个方向快速搅拌30秒，直到没有颗粒状。正确服软磨方法：一大滴。全脸涂抹精华或者面霜，接着涂眼霜和护唇油给皮肤保湿。二、涂抹方法：可以按照脸颊、下巴、额头、鼻子的顺序后涂。三、摘面膜：敷个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，撕的时候可以在边缘喷一点水，这样会比较好撕一点。敷完不需要洗脸，用爽肤水浸湿化妆棉，轻轻擦掉剩余的残留就可以啦。风吹起你鬓间的白发，不必回